家好，我是孟婷。那我们的专案是 Co-Teach 教案资源共享平台，这是一个在临时小学校诞生的提案。好，那什么是 Co-Teach？ Co-Teach 希望建立一个平台，那它整合现有的教案资源，也提供体制内外的教育工作者，跨越地区以及科目的限制，在平台上协作，然后建立教案，然后也透过版本控制，把教案产生的过程还有教案的经验都保留下来。太阳道工程师常用的工具的话，就是希望打造一个教案版的 GitHub 加上 Stack Overflow。好，那现有的平台有一些限制，比如说授权方式不清，所以如果有老师在网络上看到有兴趣的教案想要拿来引用或者是改作的话，就不知道要怎么下手。那另外就是会受限于商用软体的档案格式，常见就是 Microsoft 的那一系列，那档案格式没有统一的话，就也会造成协作上的困扰，所以我们希望，制作一个可以线上协作的平台。那我们目前是先从现有的网络上的教案收集开始，然后做一个教案搜寻引擎，就是目前正在进行这种进度，然后也搜寻了，也收集了一些现有的教案资料，所以会需要有人来帮我们一起增加这个资料库，还有整理现在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那下一个阶段就是希望调整教案显示的版面，还有前端搜寻的功能移到后端，还有就是最重要，我们希望做出来的线上协作的功能。那这部分会参考 HackMD 的协作方式，还有就是希望可以收集一些现场的教育现场的工作者，了解他们的需求。那我目前已经有的网站，就是大家可以扫描条码看看，或者是直接打网址 co-teach.app co-teach.app， 这是我们目前的专案进度。好，那 co-teach 希望需要你们的加入。目前我们的团队有两位工程师，还有一个就是菜鸟老师，也就是我本人。然后希望现在需要的人就是有体制内外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希望更了解现场老师的需求，然后还有希望有专案管理经验的人来协助我们一起协作这个专案，还有前后端的工程师，以及任何没有技术，就是没有不一定要有技术能力，但是可以协助整理现有教案资源的您。那右边条码是跳坑表单。那 Co-Teach 提供体制内外的教育工作者一个分享教案的平台，除了可以建置个人的教学记录，也希望可以突破学校还有区域的限制，来媒合各地的老师线上共同备课，提升教师社群间更好的可能性，然后降低知识与经验交流的门槛。Co-Teach 想要把开源协作共享的精神落实到教师端的教学资源，让各地的学习者都有机会享受多元的学习内容，减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谢谢。